好几根防撞杆密密麻麻竖立巷口，仔细数一数，竟然多达28根，这到底是什么用途？照片 po 上网，马上掀起热烈讨论。有人说这是神秘三角洲还是结界吗？也有人呼索留言，生人禁地，难道是桥化线立体化？确切日期不晓得了，但是前几天看到，那个上礼拜看到，都还很新啊，应该是有一些停到车，影响到他们出入吧。那会觉得怪怪的，像杆子可能是为了交通安全，可能存在马路上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。等于是一个小角落，就连周遭住户也摸不着头绪。这地点就在台北市文山区万和公园旁。光是今年1到6月，辖区警方就获报10件民众违规停车，所属机关接获检举才会想出妙招围起来。我们实际从现场可以看到，这28根防撞杆其实都已经拆掉了，但地板上还留下明显的拆除痕迹。对此，农田水利署回应，因为这块地属于机林地，还没有征收完毕，才会先设置防撞杆，避免被占用。但是有民众反映有碍观瞻。因此火速拆除，也将研议其他处理方式。可能开车比较有影响，没必要啊，因为很突兀啊，因为连人都没办法走过去啊，因为可以看得到。它那个距离就是很密啊。12平方公尺的机林地设置28根防撞杆，也让民众直呼真的是街头奇境。三立新闻王宣良、新怡台北采访报道。